求人的营帐。 还是交给他们去灭吧，我回来看里头的女人。你们是谁？啊！看来我就是你们放的吧？你说呢？哼，看我怎么教训你们这两只溜进的老鼠！ 其他人发现，对呢，要是被发现就糟了。这简单，看我的。嘿，青梅。 没事的，我来救你了。他们没对你怎样吧？没有，他们说要等首领回来。雨哥哥，幸好你来了。雨哥哥，啊，对了，恩人，我竟然忘记问你的名姓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司空宇。司空宇，
那我之后就换你司空大哥吧。随你吧。青梅，这是来自紫国的紫巧。紫国？嗯，我潜入此处时意外遇见他，他听了缘由后便陪我一同来救你。原来如此，谢谢你紫巧姐姐。没什么了，闲话晚点说，我们方才在外面放了火，现在贼人正乱成一团，咱们快趁机离开。雨哥哥，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个人，咱们也带他走吧。还有个人？在那里。真美，难怪会被掳来。我听他们说，她是要献给首领的姑娘，看来也是个被灭族强掳的可怜人。雨哥哥，我们也带她一起逃吧。这是当然，我们可不能见人落难而不相助，是吧，司空大哥？嗯，但时间不多了，快把她叫醒吧。不成的。从我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了，怎么换也换不行。什么？真的吗？让我来试试。哎，醒醒，醒醒呀。真的叫不醒呢？会不会是那些恶人对他下了什么药，所以他才醒不来？这可怎么办？不然还是我背他走。我看看。雨哥哥，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的手。他身上这奇怪的光是什么？他醒来了。这位姑娘，我知道你一定有满腹疑问，不过现在没时间解释。咱们方才在外面放了火，等等就会烧到这儿，你先跟咱们一同逃走吧。外头声音近了，我们快点离开。别怕别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需要我扶你吗？啊，王！快走！你们没事吧？刚才那位姑娘呢？啊，关人的地方也冒烟了，快去看看！你们是谁？快来！有人入侵！啊，原来是来救人的，那火肯定是你们放的吧？把男的杀了，女的留下来。司空大哥，你说的对。这么多人，我可能真的打不完呢。可恨！雨哥哥，怎么办？还有一个女的呢。
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火突然变大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没事吧？总算回来了，昨日经历好像做梦一样，我还以为再也不能回到村里了呢。你们村就在附近是吗？嗯。那我就陪你们到这儿了，我还要继续赶路到上都，见我那消失的夫婿呢。子乔姐姐要去找夫婿，可是伊利不都是夫婿那方之族中找妻子的吗？是要这样的呀，但不知为何我们定下亲事后，他一直不来找我完婚。最近我观星象，看到荧惑守心，我很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我希望能到他身边从旁协助他。荧惑守心那是什么东西？不是东西了，意思是荧惑星与大火星相遇为不祥之兆，代表我们的王室有危险。啊，糟，说漏嘴了。其实我的夫婿就是商国的王子了。真的？子乔姐姐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能跟商国王子结亲呢？我是子国巫人之女。青梅、司空大哥，你们若有空欢迎来子国玩，我一定会好好招待二位。这个，这便罢了。子乔，昨夜感谢你的协助。嗯，谢谢子乔姐姐。你这么好，那商国王子还不去找你，是他没眼光。就是说，一夜折腾大家都累了，你们还要安顿那位姑娘呢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我赶路去了。其实我是偷溜出来的，再不走就怕阿父追杀我呢，还是快快到商都为妙。说也奇怪，虽然咱们只认识这么一晚，不过一同经历了这些事，感觉分开有些舍不得了呢。子乔姐姐，青梅保重哟。司空大哥，再会了。子乔姐姐，祝你顺利找到你的夫婿。再会。嗯。子乔姐姐真是个好人呐，原来商人也不是个个都喊打喊杀的。青梅，子乔的事。嗯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对族人说出子乔姐姐的事。嗯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还要去找族长讨论如何安置这位姑娘。不要，我要和雨哥哥一起去找族长。雨哥哥总是不多解释，让人误会，这次可不行。我要向族长说雨哥哥怎么救回我们，这姐姐又怎么灭了贼人的事，而且还有件好重要好重要的事，一定要让族长族人们知道才行。好，回去吧。嗯。